接下来呢，我们有这个赐福球的仪式哦，是我们台湾族五年祭里面非常重要的桥段。那么我们台湾族这五个同乡会邀请我们卑南族的头目庄玉生头目，以及我们的族委啊，我们的古仲族委，还有我们的尔邓议员，一起呢到我们的场中央来参与我们赐福球的仪式。一发就中啊！会有这样一个大会舞的传统。
展演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族武当的秋千，还有制服球这样的一个文化内容。他们现在又要展现一分钟收秋千架的功力啊！哇，真的是很不简单，掌声鼓励一下哦！热烈掌声鼓励！那个真的是要搭很久的，他们一下子就完成了。在这场展演当中，看到他们的曼妙舞姿，然后他们进行慢慢退场的一个动作。
猪越叫得越大声，叫得Oh.